我们上一集讲到高平陵之变呢，就是因为司马懿带兵呢觐见郭太后。那你说他兵从何来啊？他们已经被削夺了兵权，而且一直装病在家吗？这个兵啊，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所为，哎，他弄来的。那么这个司马师在晋朝建立之后呢，他被追封为景帝。我们看《晋书·景帝纪》这样记载：初，帝阴阳死士三千，散在人间，致是一朝而即，众莫之所出也。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呢，他司马懿集团主要成员是包括谁呢？司马懿、他的弟弟司马孚、他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以及和司马懿关系不错的那几个大臣蒋济啊、高柔啊、王观。曹爽集团方面呢，在洛阳城外的有曹爽、曹溪兄弟，还有大司农桓范。那么在洛阳城内呢，有曹爽的老婆刘布，还有曹爽的手下的严氏、孙谦啊这些人。那么这兵变开始呢，司马懿在洛阳城内啊，他先率兵占据武库，他的大儿子司马师呢，他弟弟司马孚呢，屯兵于司马门，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呢，率兵监视二宫，就是说太后宫还有皇帝这个所住的宫殿。司徒高柔啊，他开始行大将军事，就开始带领大将军的职权了，占领曹爽的兵营。那么也是司马懿老哥们太仆王观呢，行中领军，自任中领军了，统摄曹溪原先的禁卫军啊，这部军队。这些安排部署完毕之后呢，司马懿和蒋济率领军队就在洛水的浮桥呢屯扎。曹魏的禁军系统啊，有中领军和中护军两支军队。那么领军将军呢，也就是中领军，统五校、中垒、五卫三营。其中的五卫营是最为重要的，他的前身是负责曹操宿卫的虎豹骑、虎士和亲兵，是禁卫军中的精锐。正始三年呢，曹爽就把领军将军蒋济迁为太尉了，哎，也把他虚衔荣升了，实权剥夺了，让他自己弟弟曹溪当上中领军，同时呢，委任同为曹家宗室的夏侯玄任中护军。那么正始四年呢，夏侯玄出镇关中，由于伐蜀过程当中呢，需要司马懿的支持，因此呢，曹爽呢就把中护军这个职位呢，让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继任了。虽然后来曹爽把司马师想方设法架空了，但毕竟司马师有中护军这个职务，关键时刻，他还是可以争取不少禁军的支持的。那么司马懿他为什么首先占领武库呢？这个举动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虽然说司马师啊，事发之前已经暗中养这死士三千，但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私藏兵杖和甲胄，历来都认为是想谋大逆的大罪。因此呢，司马懿虽然是朝廷重臣，他恐怕也不可能秘密的藏有能武装三千人马的全部武器。正是在得到武库之后，司马懿父子手下的参与政变的这些人马呢，才能获得大量的武器。另一方面呢，占据武库等于也是断了忠于曹爽军队的他们的武器来源。我们从相关史料可以推断，除了那些正在担任巡逻宿卫任务的少数士兵以外，禁卫军其他部队的武器平时一般都集中保管于武库之中。所以说呢，大多数禁卫军兵将平日身边呢并没有多少兵器的。根据考古发掘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武库呢，就洛阳武库位于城市的东北角，曹爽的府邸呢，恰恰位于武库往南很近的地方，所以说呢，曹爽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府邸，也是有就近控制武库的意思。那么司马懿在前往武库途中呢，经过曹爽府邸门前，差点遭到曹爽手下兵士的射杀，可惜呢，曹爽本人不在城内，群龙无首啊，曹爽手下的军官呢还真不敢贸然行动啊，就把司马懿这么大的一个官员给射死。最终呢，
使得司马懿和他的手下成功占据了武库。除了武库呢，洛阳宫廷的司马门至关重要。从汉代起，司马门就是宫城内的禁卫中心，是拱卫天子安全最重要的关卡。无论是谁，一旦控制司马门，等于就割断了宫内禁军和宫外部队之间的联系。那么司马懿的儿子当时是谁呢？就司马昭，他就负责监视二宫，就是主要的宫殿皇帝宫和皇后宫，目的就为了控制曹魏这个郭太后。郭太后这个人本来他和曹爽关系就不和睦，所以呢，从感情方面讲，事情发生之后，郭太后啊肯定应该是站在司马懿一边的。得到了郭太后的诏书，司马懿一下就师出有名了，当朝太后了。他就派人关闭洛阳城门，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司马懿就给身在城外的那个少帝曹芳写了一封奏书。这封奏书写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非常的有技巧。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指责曹爽一个人的罪行，说他排挤大臣，重用欺信，使得浮华之事充斥于朝堂之上，甚至呢，连禁中侍卫也都换上曹爽自己的私人。由此呢，司马懿就指出，皇帝的安全实际上已经受到极大的威胁。而后呢，司马懿堂而皇之，解释自己这次行动主要目的，就是根据皇太后，就郭太后指示行事，同时指斥曹爽离间皇太后和皇帝两个人的这个母子关系，迫使皇帝与太后母子呢不得相见。司马懿还解释说呢，正是因为此，太后在城内就给我发懿旨，宣布罢黜曹爽兄弟的官职。这篇奏书就司马懿的，他发出的这篇奏书特别有水平，为什么？主要集中攻击曹爽，他没有扩大打击面，而且呢，他还向小皇帝表明自己最终行动目标仅仅是把曹爽兄弟免官，完全是出于自己对大魏的耿耿忠心。当然了，司马懿这次冒险行动的最终目的呢，肯定是搞一场针对整个魏国皇室的夺权行动，但在这篇奏书当中，司马懿有理有据，说的是滴水不漏。而且在奏书之中呢，司马懿把打击范围限定在曹爽兄弟就三个人身上。为此呢，这样一场军事政变几乎没有出现过战斗，就被司马懿呢牢牢控制了，控制在政治斗争这样的范围之内。那么就政治立场而言呢，所有重要的朝臣在当时啊几乎都站在曹爽的对立面之上了。这就成为司马懿在政变中能够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。司马懿这篇奏书送到城外的这个少帝曹芳那里，那肯定呢，曹爽是最先看到的。实际上，你说小皇帝当时有什么真正实际的权利呢？这个曹爽看到奏书之后呢，又紧张又尴尬，完全不知所措。他自己也知道，执政十年之间得罪了不少的士族门阀，还有那些大臣，自己的人缘确实太差。你说到这个人缘吧，领导与下属之间那个人际关系啊，确实也是个，比如像我们现代人都感到非常难以处理。你说你作为一个领导，作为一个这个机构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管理人才，你说你太高高在上吧，确实也容易让人心生不满。但你太平易近人了吧，好像又容易失去威信，而且呢，会有时候让你的下属狐假虎威。我们都知道有一个，大伙儿挺熟悉的这个女企业家，名字我就不说了。你看她经常在采访中就说，你看职务越高越不能和员工做朋友，为什么呢？你当时如果和这个员工特别好，就算你没有给他特殊的照顾，旁人看在眼中，也可能在公司里就形成不好的习惯、行为和文化。别人觉得哟，这个人跟领导特别好，我肯定趋炎附势就会对这个人怎么样。曹爽呢，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呢，等于是用人为亲。那么他的亲信大臣呢，有了曹爽撑腰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啊，自然这些人呢也是目无王法，横行霸道。哎，你如果这样，咱们就以曹爽这个他的这个举动啊，他的这个人缘为例子，你让别的员工怎么想呢？所以说呢，曹爽这个人的人缘确实不行，情商、智商呢，说句实话都不行。但是你说咱们如果设身处地的家，咱们如果是曹爽的话，可能也
如果没有大智大勇的话，可能也不会做得太好。为什么呢？你当领导当不好，有时候呢就能成为这个夹心饼干，上下都不讨好。当然了，咱们说完了曹爽的人缘，咱们还把它说回来，接着讲曹爽。那么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曹爽的人缘这么差，有人支持他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谁呢？就是当时曹魏的大司农桓范。桓范这个人实际上按理说他不算曹爽的心腹。起先呢，曹爽为什么尊重这个桓范呢？因为这个桓范跟他是同乡，岁数比自己大，是老相识，但是多亲密的关系没有。因此呢，在九卿当中，这个曹爽因为老乡的关系吧，毕竟有这层比较亲密的关系，就对桓范呢还是挺客气的，加以礼遇。所以说呢，司马懿起兵的时候呢，以太后的名义下令，想要让桓范担任中领军之职。实际上当时司马懿啊，给桓范的这个，你想他这个职位非常重要，中领军是管禁军的。桓范这个时候呢，忽然接到，以皇太后的名义给自己任命了，是这样打算接受任命的。但当时他的儿子就劝他，就说你看皇帝车驾在外，大人您啊，不如出南门去投奔。他儿子说的对不对呢？当时说的也对，你毕竟皇太后那是虚的，这皇帝都在城外了，你应该跟皇帝在一块儿。因此呢，思虑之后呢，桓范就离城而去，投奔曹爽。司马懿得知这消息之后，对这个蒋济就说：“如此一来，这曹爽他的智囊啊，离开咱们了，到他那边去了。”当时蒋济也是一笑，因为他对曹爽这个人了解特深。桓范确实很有智谋，但曹爽这个人就像猎马贪恋马房的草料一样，驽马恋战，肯定啊顾恋他自己的家世，还有他家里一些财宝，他不可能做长远打算。所以呢，曹爽必然不能采纳桓范的计谋。您放心吧。这桓范呢，一见曹爽兄弟，就劝说：“马上咱们把天子挟持到许昌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嘛，然后调集四方兵力前来增援。”曹爽当时这个人就是量小无智，犹豫不决。那曹丕呢，更是不能决策。桓范最后急了，就对曹爽说：“你的中领军别营，就说你的中领军职务虽然被人给弄掉了吧，但是你城外还有属于你管的那个。”许多军队啊，就近在城南，而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。就说本来归我这个大司农管的啊，他的治所本来就在城外，你可以随意调遣召唤他们。如今呢，我们到许昌去，不过两天两夜的路程，许昌的武器库也足以武装军队。我们所忧虑的呢，首先是起兵之后的粮食问题，这军队吃什么呀？但大司农的印信我就带在身上了，我本人就可以签发征调，在全国范围之内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曹爽真听从桓范的建议，说句实话，带着皇帝去到许昌，号召天下秦王，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而且曹爽这个时候就具有正统性，而魏国那些立场未定的中间派呢，更有可能，你看皇帝都在曹爽手中。因此这个时候投向曹爽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。但桓范呢费尽口舌，曹爽曹丕兄弟呢默然不语。这哥俩从初夜一直坐到五更，就在那想寻思。最后曹爽把刀扔在地上，哎，即使出降，我依然不失为富家翁。听曹爽如此表示，桓范当时非常悲痛。哎，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兄弟，没想到今日啊，我桓范要受你们的连累，要被灭族了。曹子丹就是指曹真了。在《魏书》上原文啊，还特有意思，怎么说呢？曹子丹家人生乳兄弟，独儿肥奴；曹子丹好人生青，五六头肉。今桓范随青灭门也。所以说可以想见。这个曹爽这个人还是个大胖子，他就管他叫肥奴嘛。实际上我们现在想啊，曹爽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啊，觉得现在觉得挺天真。你看，但是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卡尼曼，他就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，叫做什么？叫前景理论。卡尼曼呢，正是凭借这个研究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前景理论的核心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他说人在面对可见的收益的时候，都会趋向于规避风险，而在面对可见的损害的时候呢，哎，才会变得甘冒风险。这个咱们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吧，比如说现在给你100万，你马上拿走，没有什么大的风险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选择，给你1000万，你拿走，有可能这个风险很大，最后可能1分钱得不到。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呢，基本上都会选择拿这个100万。所以说，当时对于曹爽来说呢，他当时就选择这个100万。为什么呢？这个100万就包括他的家属啊、儿女啊，自己还能在洛阳当富家翁，他就认为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他选择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到许昌，等于就是为了争取那1000万，可能最后血本无归。实际上他呢，就是完全忘了政治的残酷性。他所谓的这个眼前这个100万，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因此呢，他认为一旦我这个许昌这个执行失败了，皇帝啊又被这个司马懿夺走了，我曹爽那阵就会被对方完全干掉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最后选择回洛阳，也是三族被诛。曹爽这个人实际上还很天真，大半夜的就派遣他跟他一块儿那个侍中，这个徐衍啊，还有尚书的陈泰，就去城内呢拜见司马懿，咱们举行和谈。这个时候司马懿就大讲曹爽的过失，但他也明白地表示，这个事儿事情过了之后，曹爽最多要是免官啊，不会深究的。陈泰返还，仔仔细细报告给曹爽，司马懿如此如此说。而且司马懿还派遣呢曹爽特别信任的殿中校尉，一个叫尹大木的，也过来游说曹爽，而且指着洛水发誓，就是说如果我以后对你们这个曹爽怎么样，这我司马懿不得好死。你看都对着洛水发誓了，曹爽呢就真正相信了司马懿的话。那么此后的故事呢，咱说句实话，看过这个大军事联盟啊，看过三国演义的咱就不用说了。曹爽呢就陪同这个小皇帝回到京城之后呢，马上就被免官了。2个月之后，曹爽和他手下的所有的那些心腹，他俩弟弟就不用说了，包括美男子何晏，什么丁密、邓阳、毕轨、李胜，凡是这个历史上说到了，包括桓范跟他一块出城的，就是他所有的心腹和他所有跟他亲近的人，都被司马懿诬以大逆不道之罪。在封建时代，只要是大逆不道，只要是谋反谋逆，肯定是被夷三族的，就是三族被杀。那么回顾司马懿在整个高平陵之变当中的表现，他所调集的资源在朝臣当中确实不少。你想当时位居三公以上的一共有5个人，分别是他自己太傅司马懿、大将军曹爽、太尉蒋济、司徒高柔、司空王陵。这些人除了王陵当时身在寿春没有参与这个事变之外，其他人都被卷了进来。而且呢，这几个人除了曹爽自己，别人都是支持司马懿的。那么司徒高柔的他的任务是行大将军事，就是占据曹爽军营。太尉蒋济呢负责把曹爽叫回来，当时蒋济还拍着胸脯给曹爽保证，对您的处理只是免官，绝对不会加害，连哄带骗才把曹爽叫回了洛阳。也就是说呢，司马懿在这场政变当中确实是团结到几乎所有他能团结到的人。因此呢，有那句话，只要锄头舞得好，哪有墙角挖不倒啊。那么从高平陵之变发生的这个时间节点来看，当时曹爽的实力完全碾压司马懿。司马懿你想，除了他自身的名望以及司马师所豢养那个所谓的3000死士之外，其他是一无所有。曹爽不一样啊，手上握着什么呢？是当时天下最强的实力，军权政权都在他手里，而且在他身边呢还有小皇帝以及整个的朝廷班子。如果单靠实力硬碰硬啊，对打开斗，司马懿根本就不可能是曹爽的对手。但是呢，这个故事的发展，这个真正历史的进程的发展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。因此呢，高平陵之变，司马懿最为的成功的策略就是关键时刻争取到了中间派的支持。所以说呢，智者就是能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。消灭了曹爽的势力之后呢，司马懿他就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主持魏国朝政，继续诛除异己，逐渐就使得他整个的这个司马家族呢控制了魏国的国家。
高平陵事变两年之后呢，司马懿病死了，时年呢是73岁。他这一辈子，哎，真是像孙子一样活了几十年，最后呢，他熬成爷爷之后他就死了。如果司马懿在事变之后啊，他没有诛杀曹爽集团，就没有把这么多高官，曹氏的家族这些人诛三族，可以说这个事变应该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。但司马懿这个人呢，最后背信弃义，杀了这么多人，其实呢，就是把他自己篡位的罪名坐实了。当然了，在司马懿这一辈子，他并没有称帝，没有篡位之名，但是呢，他有篡位之实。高平陵之变最大的遗毒呢，就是败坏了当时和那之后的这个朝廷的政治空气。我们想，两汉攻裂，建安封古，从前完全成为绝响。所以说，西晋立国不久，你司马氏不篡了权了吗？先前的功臣集团呢，便迅速分裂，内部呢互相倾轧，大臣卖官鬻爵，没有一点新朝的这种气象。那么高平陵之后呢？哎，曹丕兴起的九品官人法的改革呢，实际上从那之后就人亡政息了。你靠阴谋篡权上位的司马氏政权，他对士族门阀的依赖啊，那比从前啊这个曹丕啊要更强。由此呢，出身寒素的功臣，你比如说邓艾啊、王俊啊，甚至司马家族的亲信石苞，就是石崇他爹，以及后来在平定钟会之役当中崭露头角那张华，这些人啊，这些贫寒之士都一直被士族集团压制和排挤。因此呢，中西晋一朝门阀出身的啊，他们的这些人，他们呢就是越来官越做越大。所以说，门阀士族他的门第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。寒人寒族他这个人才上升通道完全堵塞了，因此呢，最终形成了什么呢？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这样可悲的局面。咱们读历史书都有这个对于西晋当时的这种政治状况的描写。晋武帝司马炎呢，为了巩固皇权，他对那外戚，就他皇后那族姓杨的杨氏加以重用，同时呢分封诸子，就把他的儿子都分为大镇，在那儿做这个地方的这个王爷，这也为日后八王之乱呢埋下了祸根。因此呢，宋代历史学家、就文学家叶释，这个人对高平陵之变就有一段评论。而且这段评论呢，我对此也非常有感慨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高平陵之变即是异事，高平陵之变这事儿太奇怪了。曹氏造基之业虽有两汉本根之故，就曹家建国，他虽然没有两汉那种，你看汉高祖刘邦啊、汉光武刘秀啊那样大的功绩，但是从曹操到这高平陵之变呢已经60年了，民心啊应该支持魏国已经很久了。司马懿这个人受魏文帝、魏明帝两代帝王啊这个相托，一命辅政。虽然他不是什么忠贞之士，但是呢，他能够这么快的盗取国权，太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了。更何况呢，司马懿当时虚位无权，势单力孤，竟然趁皇帝在城外谒陵之际啊，他闭门结桥，劫取军权。当时所作所为，完全就是造反谋逆。如此行径呢，即使是大蠢至愚之人都不敢做，而司马懿呢，一直号称是智谋之士，竟然如此猖狂妄作，真真出乎意料。叶释最后感叹，结果呢，他竟然是反败为胜。所以说，叶释的看法跟我是一样的，就后人都认为司马懿当时是老谋深算，当机立断。但是呢，我就认为他当时是利令智昏，实际上是出了一个绝招。所以说，历史啊，有时是非常吊诡的。大伙儿想得到的是怎么样的，可能不是；你不想得到的这个结果怎么样，反而倒是。